这球出手了，这球出手是会落地的安打了。这个安打球呢，也把张玉成送上了二垒。啊，又打成滚地，软弱的滚地，可以拼成内安打吗？是，安全回垒。结果打车不一样的球形成了内野滚地的安打，好，富邦追回了一分，1-3，把张玉成给送了回来。一开始在三垒位置守得很深哦，嗯，所以杜佳明也清楚了传一垒来不及。有过去补位哦，所以。